本节目由烦恼自己好有钱人的人民币社团为您砸锅卖铁播出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 UTRMB 最新的节目，也就是一档街访节目 As Elegant As Possible， 尽可能优雅。然后我是你们的第一期 MC 剪刀外同学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挖掘一下多大这些神秘的段子手吧，跟我走吧。都一样了，喜剧场有什么？对，抽一个抽一个抽一个抽一下，从里面三个然后点开镜头啊，这个应该抽最像在哪。嗯，现在没有。对，我有。有的。有。现在吗？没有。暂时没有。哦，没有女朋友。我没有，我也想有。现在暂时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啊。有啊。几个呀？两个。要藏得住吗？傻瓜，你有听错了，这里就是一个。两个。一个人。两个。一个人。片儿吗？片儿吗？你自己猜。飙车的片子吗？对啊。当然，男生嘛，还是看过的。对。我看过什么片啊？哦，我听过。然后我今年才15岁，应该不要猜。室友然后说一起剧中看片子，剧中看片子，剧中看片子。Fantastic baby。 对，后来但我没有参与。我不是老司机，他是新进的老司机。对，我学的是手动的，这是手动的。去秋名山这种可多。你俩到什么程度了？你想要量化呢还是抽象呢还是具象的回答呢？男神特别喜欢他，但是就是怀念那种过去的感觉，但是已经长大了嘛。然后其实我们是 N 赛的，然后你知道 N 赛的男女比例总是正无穷，正无穷，对不对？正无穷的话确实蛮难的。但是 N 赛一般不跟别人系的交流，其实我们主要沉迷在图书馆做作业的。怎么泡到的呀？但就要求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每天聊骚啊聊骚啊，慢慢就聊着聊着就。Do you guys live together? No. She's in another country right now. 她比较爱穿她的板。会受不了吗？有一点吧，然后受不了把脚露出来。特别 low。你觉不觉得你好过分哦？觉得。谢了吧。不留呗。穿丝袜子。留一段感情吧。留情。什么？那我能跟我女朋友表个白吗？可以，我要表什么？OK， 虽然我们 Samantha， 我们虽然 To Do List 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但是一直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做。但是我希望我们的 To Do List 上面最后一项是一起去看细水长流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